嗨，各位，我是鸡腿，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更换 NHK K5R 的镜片。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，Go。我们的镜片呢，把它打到最开，最开就是到最上面的这一层。再来呢，它非常的简单，这边有个可以按的，对不对？顺手一下，按着后面这一点，它就会弹开了。接着呢，把镜片往后拔出，这样就完成啦。装上去的话，后面先进去，压回去，让它贴起我们帽壳的部分，让它贴起这个地方。接着呢，你可以看到前面其实它也已经对到了，我们只要一个动作就好了。后面这边稍微固定一下，这个卡榫压下去，它就会进去了。进去了，确定扣好了，开关一下镜片，确认没有问题就完成啦。简不简单？